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增一阿含经卷第四，乾隆大藏经小圣阿含部第539部，复勤三藏檀摩难提议，一子品第九。闻如是，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己孤独园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犹如母人心怀笃信，唯有一子恒作是念，云何当教授彼使成为人？尔时诸比丘白世尊曰：我等世尊不解此意，世尊是诸法之本，如来所陈弥不承受，唯愿世尊与诸比丘说此身法，闻以奉行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谛听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其意。诸比丘对曰：如是世尊。尔时诸比丘从佛受教。世尊告曰：有比优婆斯心怀笃信，作是教训，汝今在家，当如智多长者，亦如相童子，所以然者，此是其限，此是其量。师尊受证弟子，所谓智多长者，相童子也。若童子意欲剃除发须，着三法衣，出家学道，当如舍利弗、目犍连、比丘，所以然者，此是其限，此是其量。所谓舍利弗、目犍连、比丘，好学正法，莫作邪业，兴起非法。设如生此染浊之想，便当坠堕三恶趣中。善念专心，不得者得，不惑者惑，未得正者，今当受正。所以然者，诸比丘，信师之众，实不可消，令人不得至道。是故诸比丘，莫生染浊之意，以生当命。如是，诸比丘当作是学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闻如是，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己孤独园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笃信优婆斯唯有一女，彼当云何教训成就？尔时诸比丘白世尊曰：我等世尊不解此意，世尊是诸法之本，如来所陈弥不承受，唯愿世尊与诸比丘说此身法，闻以奉行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谛听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其意。诸比丘对曰：如是。尔时诸比丘从佛受教。世尊告曰：有比笃信优婆斯教训女曰：如今在家者，当如居丑多罗优婆斯、难陀母，所以然者，此是其限，此是其量。世尊受证弟子，所谓居丑多罗优婆斯、难陀母是，若女亦欲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出家学道者，当如衬摩比丘尼、优婆花色比丘尼，所以然者，此是其量，此是其限。所谓衬摩比丘尼、优婆花色比丘尼，好学正法，
莫作邪业，兴起非法，涉辱生死染浊之想，便当坠堕三恶趣中。善念专心，不果者果，不惑者惑，未得正者今当受正。所以然者，比丘，信师之种实不可消，令人不得至道之趣。是故诸比丘，莫生染浊之想，以生当命。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闻如是，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住己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我不见依法及于心者，无以方法不可磨责，心回转极。是故诸比丘，凡夫之人不能观察心意，是故诸比丘常当降服心意，另去善道，亦当作是学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闻如是，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树己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我不见依法及于心者，无辟可喻，犹如猕猴舍衣取衣，心不专定，心意如是，前想后想，所念不同。是故诸比丘，凡夫之人不能观察心意所由。是故诸比丘常当降服心意，得去善道。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闻如是，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树己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我恒观见一人心中所念之事，此人如屈身必请堕泥犁中。所以然者，有恶心故，心之生病，坠堕地狱。尔时世尊便说偈言，犹如有一人心怀嗔恚想，今告诸比丘广演其意趣，今正视其时，设有命中时，假令入地狱，由心会行故。是故诸比丘当降伏心，勿生慧行。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闻如是，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树己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我恒观见一人心中所念之事，如屈身必请而生天上。所以然者，有善心故，以生善心便生天上。尔时世尊便说偈曰，设复有一人而生善妙心，今告诸比丘广演其意趣，今正视其时，设有命中者，便得生天上，由心善行故。是故诸比丘当发敬意，勿生慧行。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闻如是，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树己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我于此众中不见依法最胜最妙，炫惑世人不至永寂，附着牢狱无有解矣。所谓男子见女人色已，便其想着，亦甚爱敬，令人不至永寂，附着牢狱无有解矣，亦不舍离周旋往来，今世后世回转五道，动力结束。尔时世尊便说偈曰，梵音柔软声，如来说难见，或复有时见，细念在目前，亦莫与女人往来与言语，恒罗似捕人，不得至无为。是故诸比丘当除诸色，莫其想着，
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。而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闻如是，依师佛在舍卫国其树及孤独园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我于此众中不见依法最胜最妙，炫惑世人，不至永寂，附着牢狱，无有解矣。所谓女人见男子色已，便其想着，亦甚爱敬，令人不至永寂，附着牢狱，无有解矣，亦不舍离，周旋往来，今世后世，回转五道，动力结束。尔时世尊便说偈曰：若生颠倒想，兴念恩爱心，念除亦染着，便无此诸秽。是故诸比丘当出诸色，莫其想着。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闻如是，依师佛在舍卫国其树及孤独园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我于此众中不见依法，无欲想便起欲想，以起欲想便增益，无嗔恚想便起嗔恚，以起嗔恚便增多，无睡眠想便起睡眠，以起睡眠便增多，无调戏想便起调戏，以起调戏便增多，无疑想便起疑想，以起疑想便增多，一当观恶路不净想，设作乱想，无欲想便有欲想，以有欲想便增多，嗔恚睡眠本无疑想，便起疑想，以起疑想便增多。是故诸比丘莫作乱想，常当专意。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闻如是，依师佛在舍卫国其树及孤独园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我于此法中不见依法，未有欲想便不生欲想，以生欲想便能灭之，未生嗔恚想便不生，以生嗔恚想便能灭之，未生睡眠想便不生，以生睡眠想便能灭之，未生调戏想便不生，以生调戏想便能灭之，未生疑想便不生，以生疑想便能灭之。一当观恶路不净，以观恶路不净，未生欲想便不生，以生欲想便能灭之，未生嗔恚便不生，以生嗔恚便能灭之，乃至疑未生疑想便不生，以生疑想便能灭之。是故诸比丘常当专意观不净想，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二思即二心，一度一生天，男女相爱乐，二欲想在后，护心品第十。闻如是，依师佛在舍卫国其树及孤独园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，修行依法，广布依法已，便得神通。诸行寂静，得沙门果，至泥环境。云何为依法？所谓无放逸行。云何为无放逸行？所谓护心也。云何护心？于是比丘常守护心有漏，有漏法。当彼守护心有漏，于有漏法便得越狱，亦有信要，助不一意，恒专其意，自力劝勉。如是比丘，彼无放逸行，恒自谨慎，未生欲漏便不生，以生欲漏便能使灭。
未生有漏便不生，已生有漏便能使灭。未生无明漏便不生，已生无明漏便能使灭。比丘于彼无放逸行，闲静一处，恒自觉知，而自游戏，欲漏心便得解脱，有漏心无明漏心便得解脱，已得解脱便得解脱智，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尔时世尊便说此偈：无慢甘露记，放逸是死境，无慢则无死，慢者则是死。是故诸比丘当念修行无放逸行，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闻如是，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即孤独园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当修行依法，当广布依法，修行依法，广布依法已，便得神通，诸行寂静，得沙门果，至泥环处。云何为依法？为无放逸行于诸善法。云何无放逸行？所谓不触扰一切众生，不害一切众生，不恼一切众生，是谓无放逸行。彼云何名善法？所谓贤圣、八圣道等见、等方便、等语、等行、等命、等智、等念、等病、等是谓善法。尔时世尊便说偈曰：施一切众生，不如法施人，虽施众生福，依人法施胜。是故诸比丘当修行善法，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闻如是，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即孤独园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当云何观檀悦施主？尔时诸比丘白世尊曰：世尊是诸法之主，唯愿世尊与诸比丘而说此意，闻已尽当奉持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谛听，谛听，善思念之，我当与汝分别其意。对曰：如是世尊。尔时诸比丘从佛受教。世尊告曰：檀悦施主当恭敬，如子孝顺父母，养之视之，常忆五音，于阎浮利地现种种意，观檀悦施主能成人戒闻三昧智慧。诸比丘多所饶益，于三宝中无所挂碍，能施清等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卧具，并受医药。是故诸比丘当有慈心于檀悦所，小恩常不忘，况复大者，恒以慈心向彼檀悦说身口意清净之恒，不可称量，亦无有限。身行慈，口行慈，意行慈，使彼檀悦所施之物终不唐捐，获其大果，成大福佑，有大名称，流闻世间甘露法味。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。尔时世尊便说偈曰：施以成大财，所愿亦成就，王及诸盗贼不能侵彼物，施以得王位，少计转轮处，七宝具足成，本师之所至，不施成天身，手镯杂宝冠，与诸妓女游，本师之果报，施得天地事，天王威力胜，千眼庄严行，本师之果报，不施成佛道，三十二相具，转无上法轮，本师之果报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
欢喜奉行。为如是，依师佛在，设为国，其数己孤独人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谈曰：施主当云何成事，供养精进，持戒诸贤圣人。尔时诸比丘白世尊曰：世尊是诸法之主，唯愿世尊与诸比丘而说此意，闻已尽当奉持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谛听，谛听，善思念之，我当与汝分别示意。对曰：如是，世尊。尔时诸比丘从佛受教。世尊告曰：谈曰施主诚实供养精进持戒诸多闻者，犹如与迷者指示其路，良事法短而己失时，恐怖之人令无忧恼，敬畏之者教令莫惧，无所归者与作富户，盲者作眼目，与病作医王，犹如田家农夫修治田业，除去秽草，便能成就古实。比丘常当除去五圣因，求入无畏泥环城中。如是诸比丘谈曰：施主诚实供养精进持戒诸多闻者。当于尔时，阿那宾持长者即在彼众。尔时长者阿那宾持白世尊曰：如是，世尊，如是如来。一切施主给予受者由吉祥品，诸受施人如毗沙王，劝人行施如亲父母，受施之人是后世良友。一切施主给予受者犹如居士。世尊告曰：如是，长者，如汝所言。阿那宾持长者白世尊曰：自今以后，门不安守，亦不惧逆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塞及诸行路乏良食者。尔时阿那宾持长者白世尊曰：唯愿世尊及比丘众受弟子请。尔时世尊默然受长者请。尔时长者已见世尊默然受请，即礼佛绕三匝，还归所在。到舍已，及其叶瓣、具、干转种种饮食，广敷作具。自白食道食具已半，唯愿世尊愿食临故。尔时世尊将诸比丘众着衣持钵，以舍卫城至长者家，道以各自就坐，诸比丘僧亦各随次坐。尔时长者见佛，比丘众坐定，手自斟酌行种种饮食，以行种种饮食各收钵器，更取杯座，在如来前欲听闻法。尔时长者白世尊言：善哉，如来听诸比丘随所需物三一，钵盂、针筒、尼施坛、衣裳、法藻罐，给予一切沙门杂物，尽听弟子家取之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汝等若需衣裳、钵器及尼施坛、法藻罐，给予一切沙门杂物，听时取此，不足一难，其想着心。尔时世尊与长者阿那宾持说微妙法，说微妙法已，便从坐起而去。当于尔时，阿那宾持复于寺城门而广会师。第五世中，第六在家，须时与时，须将与将，须车乘祭月，香薰璎珞悉皆与之。尔时世尊闻长者阿那宾持于寺城门中广作会师，复于大事布施贫乏，复于家内布施无量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我弟子中第一优婆塞，好乞布施，
所谓须达长者事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闻如是，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及孤独园。尔时阿那宾持长者便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离世尊足，在一面坐。世尊告曰：云何长者，贵家恒不施贫乏也？长者对曰：如是世尊，恒不施贫乏，于四城门而广不施，富在家中给予所需。世尊，我或时作是念，并欲布施野兽、飞鸟、猪狗之属，我亦无是念，此应与此不应与，亦复无是念，此应与多，此应与少，我恒有是念，一切众生皆由时而存其命，有时便存，无时便丧。世尊告曰：善哉善哉，长者，如乃以菩萨心专精一意而广会施，然此众生由时得济，无时便丧。长者，汝当获大果报，得大名称，有大果报，声彻十方，得甘露法味。所以然者，菩萨之家恒以平等心而以会施，专精一意念众生类，有时而存，有时便济，无时便丧。是谓长者菩萨心所安处而广会施。尔时世尊便说此偈：尽当普会施，终无吝毁心，必当遇良友，得济到彼岸。是故长者当平等意而广会施，如是长者当作是学。尔时长者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闻如是，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及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如我今日审知众生根源所去，以知不施之宝，最后一团之余，己不自食，会施他人，尔时不起增己之心，如毛发许，以此众生不知施之果报，如我皆悉知之，施之果报平等之报，心无有异。是故众生不能平等施而自堕落，恒有迁疾之心，缠果心意。尔时世尊便说偈曰：众生不自觉，如来之言教，常当普会施，专向真人所，智性已清净，所获福倍多，等共分其福，后得大果报。所施今善哉，心向广福田，于此人间事，必生于天上，以到彼善处，快乐自娱乐，吉祥甚欢悦，一切无法短，以天威德业，玉女为迎从，平等之施报，故获此福用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闻如是，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及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汝等莫畏福报，所以然者，此是受乐之应，甚可爱敬，所以名为福者，有此大报。汝等当为无福，所以然者，此名苦之原本，愁忧苦恼不可称计，无有爱乐，此名无福。比丘，昔我自念七年行慈心，复过七劫不来此世，复于七劫中生光阴天，复于七劫生空处天、梵天处，为大梵天，无与等者，同百千世界，三十六变为天地世行，无数世为转轮王。是故诸比丘，作福莫倦，所以然者，此名受乐之应，甚可爱敬，是谓名为福。汝等当为无福，所以然者，苦之原本，
愁忧苦恼，不可称计，此名无福。尔时世尊便说此偈：快哉福报，所愿者得，速至灭尽，到无为处，正识异数，天魔波旬，亦不能扰，为福业者，彼恒自求贤圣之道，便尽除苦，后无复忧。是故诸比丘，为福莫厌。是故诸比丘当作是学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文如是。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树即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若有承顺依法不离依法，天魔波旬不能得其便，亦不能来触扰人，云何为依法？为功德福业。所以然者，自忆往昔在道树下与诸菩萨即在一处，毕摩波旬将诸兵众数千万亿，种种形貌，兽头人身不可称计，天龙鬼神、阿须伦、迦留罗、摩修勒等皆来云集。时摩波旬而遇我言：沙门，速投乎地。佛以福德大力降伏魔怨，诸尘垢消，无有诸秽，变成无上正真之道。诸比丘，当观此意，其有比丘功德具足者，毕摩波旬不能得其便，坏其功德。尔时世尊便说此偈：有福快乐，无福者苦，今世后世为福受乐。是故诸比丘为福莫倦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文如是。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树即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若有比丘修行一法，便不能坏败恶趣，一为去善，一为去至泥环，于何修行一法不能坏败恶趣？所谓心无笃信，是为修此依法不坏恶趣。云何修行依法去善处者？所谓心行笃信，是为修此依法得去善处。云何修行依法得至泥环？所谓恒专心念，是为修行此法得至泥环。是故诸比丘专精心意，念诸善本，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闻如是。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树即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若有一人出现于世，此众生类便增寿亿算，颜色光润，气力炽盛，快乐无极，音声和雅。云何为一人？所谓如来至真等正觉，是为一人出现于世，此众生类便增寿亿算，颜色光润，气力炽盛，快乐无极，音声和雅。是故诸比丘常当专精一心念佛，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无慢二念谈二师千无厌，师福摩波旬恶趣及一人增依阿含经。